这个人自己决定。嗯，好吧，我选鱼腥草，但输的话我们自己得吃。哎呀！我选苦瓜，五片吧，五片。那我加柠檬吧，两片。泡菜，香茅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么多，也许弄成冬阴功汤了呢，对不对？就别玩埋汰的了，好吧？就好好吃吧。颜色看着挺难受啊，这是谁和谁知道，谁和谁知道。我不玩了。你先闻一下，闻还行啊，还行，有种香皂的感觉。咋还起沫呢？不会喝中毒了吧？本来今天就涛哥自己在医院点滴，咱别弄完了，今儿咱仨都没的。那要不先试一把啊，试一把，来，风扇，山峰，风水，水牛，牛肉，哎，就可以了。对，水牛很厉害呀、啊。这有什么厉害的呢？不是水牛，你就引到它了，你就牛肉了。对，来吧，集中，这个得集中，集中。灯泡，炮灰，挥霍。获得，得到，到了，我来了，已经没，你用得地得乐，你这你是拉，乐啦，别想赢，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倒牛倒猪，倒水，水牛，牛肉啦，来哩来哩喽。哎，这很烧脑啊。电脑，脑袋，袋子，子弹，弹珠，猪皮。OK， 皮蛋，蛋糕。哎呀，弹珠太厉害了 ，MVP 啊。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这一把就一直来，除非我们有段子，可以好吧？可以、啊，我们就自己在这个深渊里面不断的往上爬，好不好？行，好玩，咱就是玩一种很新的东西，挣扎，好不好？来，音乐，乐章，章鱼，鱼头，头重，哇哇哇。小青，青菜，菜花，花生米，米肠，肠粉，粉末，墨鱼，鱼豆腐，好，腐竹，竹，说呀竹，竹皮，对，竹皮，皮蛋，蛋炒饭，好玩，再来一遍，来啊！牛乳，乳酸菌，果茶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惯性了。牛乳，乳酸菌果茶，茶叶蛋，蛋花，花菜，菜花。哎，我们赢了，来吧，你来吧。来，干杯，加一个啊！哇！我们一起来喝一杯这个乳酸菌果茶。行了，圆满完成任务。我家有了乳酸菌，撸串解腻才够爽。来吧，干杯。明天咱们什么安排，贺哥？明天就是第三重惊喜吧。哎呀，
说来就来了呢，还一组大优化。咱们来到了云南，也会专门吃云南的这种风味的火锅，不吃这个等于白来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太好了，但确实准备了，明天搞一组大的，明天。期待，期待，期待。好香啊！鸡汤、牛肉、骨、牛肝菌，牛肝菌整不好就过去了，是不是直接吃就？你如果那么不想录制的话，用这么极致的方式，可以先走一步，我紧随其后。恐龙扛浪，恐龙扛浪，恐龙扛，恐龙扛浪，恐龙扛，三圈恐龙扛浪。你起来，不行不行，我腰不行。你跟小唐配合，把那狗弄起来。走错家了，那是住家。哎呦我天妈呀！你想想，那个是我，你怎么忍心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篝火晚会现在开始。欢迎光临撸串家族。阿姐们坐这边，我服务你们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跳得太好了。咱们的串儿呢还没烤出来呢，先垫点鸡爪吧。哎，今天下午都忘了一件事儿，应该先试烤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些东西要烤多久才是熟，这怎么办呢？